这招对你还真管用啊！果然是亲姐姐的建议。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但下不为例。好了，先把药喝了吧。 谁揣测谁啊？就他。哎，有我在，这灯怎么不亮啊？啊？他应该亮吗？你心上人就在那边，你竟然还不过去跟他搭话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喂，抱歉，不是哦。